锅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火锅汤尽量不要喝嘛。但是凉汤凉汤的火锅就是做出来给你们喝的。港式煲汤小火锅，95折优惠。嗨，各位旭星科技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来到呢，是我们旭星科技的特约店家，凉汤凉汤港式煲汤火锅。那大家只要来这边用完餐之后呢，在结账的时候啊，出示这个旭星科技的会员卡，就可以获得95折的优惠哦。那我们的特约店家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啊，也不止这一间港式煲汤火锅。那大家可以到着我们的官方网站哦，这个会员的专属优惠里面去查询其他的特约店家哦。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店内的环境吧 ，Go。那这个凉汤凉汤港式煲汤火锅呢，它的特色就是这个港式的煲汤，然后这个煲汤呢，它是这个纯天然的材料，所以它在煲的过程中呢，它除了加海盐之外，完全没有加其他的调味料去调味，所以吃起来对身体没有负担。因为以前吃火锅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火锅的汤尽量不要喝嘛，但是凉汤凉汤的火锅就是做出来给你们喝的。那我们有三种汤底，分别是这个番茄鲜鱼，然后南瓜龙骨，然后还有店面的招牌就是这个花椒鸡汤这样子。那我今天吃的是花椒鸡汤，也是我来店里面最常点的这个鸡汤。那我们的肉盘的分量其实也都很大，那很所有的食材都非常的新鲜。那这个菜盘呢，它就是完全都没有放什么火锅料，就是因为这个创办人他就希望说可以把这个食材还有汤底哦最原味的东西呈现给大家。那如果这个看到现在啊，这各位旭星科技的会员，记得来我们凉汤凉汤品尝这个最自然健康的港式煲汤火锅。那除了凉汤凉汤之外呢，旭星科技也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特约店家的优惠，那大家可以到旭星科技的官网上去查询哦。好，话不多说，我要吃饭，肚子很饿，拜拜。